Action！ 零五三，我是零，我今天要做的是阿财，做好开头了。出头财啊？不是。好、哦。这样我就这样子做好了，就可以做身体了，出头财。可是我要做他耳朵。可以帮出头财多点头发吗？没有，这是阿财，彩彩。好吧。哎，姐姐，你把彩彩拿过来，当我范例吧，我就不用看了。好可爱，阿财。给我一下。放这里好了。他跟我想的一样。哦，而且下面都会有两点。对，阿点。两点。它类似像冰室猫，可是冰室猫是脚，它是这样子的。嗯。对对，冰室猫是这样子，可是它是这样子。三立本在这里，开始做喽。先从。耳朵部分开始，用脸做好。先做的人要先做脸。就，再来，我要把下面部分缩短、缩短、缩成一个小耳朵。我已经做好他耳朵的尖尖角的部分，做好他耳朵尖尖的部分。这个耳朵尖尖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样好像绑辫子的，这是阿彩的耳朵针尖，那我把耳朵缩短一点，缩短了，不错的耳朵。尖尖的耳朵，好像不像。啊，我就是在做猫咪吧。看这个，阿彩耳朵小的，很长的了。那我再把它缩短，这颗挤不进去，这样转也太怪了。做完阿彩啦，做成只猫猫了。Hello， 阿彩猫。那我要做，先。变猫咪了，好可爱。做那个。那只阿彩跟猫咪相处久就会变。还没出来啊？对。风车、风筝、风火轮、风的玩具。要自己做、对啊，要带材料自己做啊。
因为以前那个啊，以前都会做用那个香有没有？做一个那个小风车那种的、啊，旁边加两个那个纸张，它就是那种嘛。我爸爸下午做，我再做给你看。用嘴巴就做完了。那我们先来吃饭好不好？猫咪，如果喜欢我的猫咪，记得分享一下。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现的，没有我，下次见，拜拜。